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大家好，我老张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张。啊、这个我们不是帮忙忙了好多天了嘛，又是浇地呀，又是整网，又是这收拾那个大棚。今天喽，咱不组织大锅饭了，组织一个小丧。小丧你知道啥？哎，不懂。啊，我不懂嘞。咱开个小丧，明天咱组织一下大锅饭，好吧？好，好。咱赶快进去，看看吃啥，然后在大棚里边做吧。装吧，走吧，走。老板，你蹦了这么坑气儿的，你啥人了还能市场吗？走。生气了，一会儿让老孙。看他俩，咱一会儿听着，看他俩的声音。对面胡辣汤。好。哈哈哈哈。去那光明早餐了吗？哦。我喝两天的呀。两天。肉干了啊，这肉的，好吧。嗯。这也吃劲了，吃的也吃劲。看看今儿中午吃啥呀？不是小子，不是小子，我说不是。小子，看小子了，就是小黄，不要大小黄啊。嗯。牛肉花汤，有点面筋，焖了牛肉。你下的老饭了吗？嗯，急了。欢迎光临。啊，东海光啊，那你看他啥东？你年轻孩，你靠吃啥就弄啥，这老了不是好说吗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说的回去？再点我肉的吗？哎，再点我肉的。点我肉了。我弄的铁板了，别让他碰了。你唱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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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唱吧。嗯，中中，做的怪好的。吃了啥呀？嗯，走，哥们，哥们。呀呀呀，真的胖呀。嗯，中中中中，嗯。还要不动？要不动？我扔。多少钱？金子？我没有。不是那个金溜。这我跟你说，年轻人是最好吃这了。嗯，我们要不朋友？哎，这那啥菜？嗯，今儿我给你张吃。好好好，来弄点这个皮。嗯嗯。吃吧。好。嗯。谢谢哥。还好的，这还好的吧，不能给他乱弄吧。让我吃了吧。我吃了，熟呀，熟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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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熟，好好好好，这呀崩了，要让崩口了的。这个木。哥，今天没有吃八的吧？啊？没有吃八的吧？啥吃八？就吃啥东西？就啥都吃。来这抓！这走不动啊！走！你哄人！我点着抓啊！啊，你点吧。有学生孩的抓的，你不动，你可难着呢。这个两头这一摘，这也没筋，是不是？没筋。啊，你这还这。今儿要看恁做红烧肉咋子啊？啊，我。
咱哪咱都得公共的四回倒塔我看看啊，中了又是拨通拨洋，除了拨通拨洋，那你咋弄啊？你说，哎呀，该这就撒了筷子了。嗯，你咋要小船呢？你做没做不美了？要人家，哎呀，咱不是好耍呢。人家还做饭的，个人干的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多一点吧，多了好吃，是不是？这不会做干凉的，对吧？这些炒菜要用这些葱姜，两丁，这是两丁。都说不会做饭，今天我真是想吹一把。那是吧？嗯，红烧肉。红烧肉，让大家看看啊。这炒了炒了炒了那个炒，搁楼一炒。好，你走吧，妈。啊，我走了啊。打防疫针去。啊，打防疫针去了。哎，洗铁锤了，这都洗掉了。洗铁锤。俺家这盆上这都洗掉了。弄的呀。这弄辣椒又跑了。你不快。这辣椒我谁会呀？休息吧。我不能说是吧。我这香叶和尚椒弄。咱们料啊，香叶放凉皮都可以了。这是凉椒吗？凉椒没有。别挖，越都太。八角，别烤。青花椒，嗯，全花椒。老头儿。